医美广告不会告诉你的一些小陷阱，诊所他们不会告诉你的事情，就是我已经付钱付下去了，然后麻药也敷上去了，然后才知道说虾米。Hello guys, this is Peggy。之前我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分享我去做凤凰，然后就收到很多的私讯问我说不会痛吗？到底有没有效？或者是问我可不可以之后分享我做完的心得？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就只是分享我自己做完的结果，很像是我在推荐大家或者是鼓励大家要去做医美，所以今天我想要分享几个就是我之前自己也在挣扎我到底该不该做的时候做功课发现的一些医美广告不会告诉你的一些小陷阱，然后还有一些诊所他们不会告诉你的事情，还有你在要决定要做一个医美以前你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里面有一些是我自己惨痛的经验，就是我已经付钱付下去了，然后麻药也敷上去了，然后才知道说虾米。那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是自己已经做过功课的，也很确定你就是要做了，那我今天也会分享说我最后是选择哪一家，然后为什么我是选择这一家。当你在决定要不要做一个医美，然后开始在网络上面搜寻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的陷阱一就是价钱。因为现在的不管是演算法或者是 Google 其实都很厉害，你只要搜寻一个东西，你就会发现广告一直把这个相关的东西都一直推给你。像我去年有做的是音波，然后就是因为去年我做的我觉得很有效，所以今年我才会决定我想要做凤凰。那你在广告上面其实就会很常会看到什么海福音波5000以下999，那这个问题就来了，他通常写在上面什么5000，可能5000只是100发，可是当你真的去咨询的时候，你已经坐在那个诊所里面面对那个医生了，然后医生就会跟你说哦，可是你这个可能需要打到400发、500发，然后你可能你本来的预算你就觉得哦好啊可以啊，如果是5999我愿意，然后你去了才发现说真正的价钱其实是4倍、5倍，那你这个时候就有点骑虎难下，因为你也不可能跟医生说那我只要打个200发可以吗？他就说那你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打啊，那这边只打个几发，这边只打个几发，这样子也没有效果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哦没关系，那我再考虑看看。那我这几次在不同诊所咨询下来，我就有发现就是像我之前额头有打肉毒，然后我这两边因为我很在意我的法令纹，所以我打了那个叫什么填充的那个叫做玻尿酸，然后我就会发现说我跟他讲说我只要做这个，可是他就会说哦，可是我觉得你这边也要再打一下，那边也要再打一下，就是他会告诉你不同的地方，然后你就会说那好，那不然我只要打这个或这个就好了。你明明只去问一项，然后他跟你讲了可能3-4项，那你就会再减2项，你就变成说你多做了一个你根本本来这一次去没有打算要做的东西。那这个呢就是你要先有心理准备，你如果你今天的预算真的只有就是你在广告上面看到了这个的话，你要知道你去绝对你花的不是只有这样子，因为医生不可能只给你打100发，连我想要打玻尿酸他们就会跟你报价说哦，这个 EU 是多少多少，好完了跟你去之后医生就会跟你说你这不可能只打 EU 啊，你这边要ECC 还是什么，我忘记那个单位，反正他就是说你这边也要打 ECC， 这边也要打 ECC， 所以就变成要2cc。 然后其实雷射除毛也是这样子，你看到那个999对不对，我自己深受其害，因为我之前有打了腋下，然后也去打了小腿。好，我告诉你那个999只是一次，可是你一整个疗程可能要打个6次，小腿可能就比再多一点点。而且最诡异的就是你不是打一次就真的都没有毛了，你打完那一次的疗程，有些人他的毛就是本来就比较稀疏的，所以他可能打一次就有效，可是我也遇过我的朋友他的毛，我自己也是，我就是打了2次两个疗程，所以你看到那个999要等于要再乘以12，就是你要12次才真的打到它完全没有毛，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要很注意的地方。陷阱二就是会肿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也发生过，就是我已经钱已经付了，麻药敷了，然后呢他才跟我说哦，那你这几天都不能上妆。然后我当下傻眼，因为我隔天还是后天就有一个拍摄的工作，因为我自己认识的人就有过，他打完，然后可是隔天还有通告，可是没办法，他就肿着脸去上通告。很多疗程做完都是会肿的，或者是你可能几天不能上妆，所以呢，你们事先一定要先问会不会肿，要肿几天，它修复要几天，或者是隔天能不能上妆。不然有些人是可能隔天有大日子，可能要拍照或者什么，这些你知道你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你有什么一些重大的一些东西你要去参加，结果你就想说哦，我要美美的去参加，然后打了一个皮秒还是打了一个什么，结果才发现肿得跟猪一样，或者是根本就不能上妆，这真的是好，我知道我现在讲的有一点气，但是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你要先确定修复期有多久。第三个陷阱就是不要贪心。如果你常常在路上看到有些人，你一看他的脸就觉得这个一定有
打东西，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像我之前就，我不是说我有去打玻尿酸吗？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只有打 ECC 没有感觉哦，你一定要这边打 ECC， 这边打 ECC。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挣扎，我就想说，我如果都花了钱，结果根本看不出来还是有法令纹，那这个钱花下去有什么用？可是后来想想，不对啊，其实我有填一点东西进去，它就已经有撑起来一点点了，可能法令纹有变淡，只是没有完全消失。那很多人他追求的就是完全消失，那意思就是你里面已经填满的东西，然后整个脸有这样鼓起来，然后就会有那个塑胶感，所以很多人的脸上有没有这边也很蓬，这边也很蓬，都很蓬，或者是这边打太多的肉毒，整个脸撑不起来，脸很僵硬，就是这个原因。你如果少打一点，你回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觉得好像还是不够，我想要再补一点点，你可以这边再补个 0.3、0.3， 然后剩下的再补在这边，或者是补在你其他你可以需要补的地方，这样子就好了。可是你如果一次就打太多进去，它抽不出来了，所以你如果少打了。你真的事后觉得没感觉，你可以再补，但是你真的就打进去，你就是一个充气娃娃塑胶脸，就这样子，你就要等到它消，那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你宁可少打，也不要一直打太多进去，然后拉不出来。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讲到痛不痛。我第一次做音波，然后做的时候呢，真的是痛到超级超级痛，而且我认真躺在那边已经流泪，然后我一直在那边哀嚎，然后一直问医生说到底还有几发还没打完，我已经快不行了。然后你知道我整个人就是他一边打我一边会在这边一直缩一直躲，就觉得好痛好痛哦。重点是我那一次其实没有打很多发，我应该打400发，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花几万块要在这边受苦，然后在那边痛得要死。当然事后我觉得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说真的。但是当我重新就是要再决定要不要打凤凰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打音波，然后第二次想要打凤凰，可是我听人家说凤凰更痛，而且甚至我身边有人是直接打舒眠麻醉，我心里就会想说到底有多痛。隔了一年之后，我就觉得我还是很想要再去打，可是我又一直想到我那个很痛的感觉，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在找凤凰的时候，我就是开始找无痛凤凰，然后还有不肿。好，说真的还是会痛，不是全程都痛，是你一开始打打打打这边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打到某几个地方你会突然痛一下痛一下，可是那个痛我觉得是很可以忍受，就是热热的烫烫的，会这样烫一下烫一下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我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的时候呢，就有人问我说不痛会不会就没有效果。那后来我找到了这一家呢，我觉得真的很不痛，你不能说完全都一点点感觉没有，我在打这几个部位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感觉，可是可能打到某几个点的时候会突然这样烫一下烫一下，就这样子而已，都还是可以忍受，不会是像我前面那样痛到在那边流眼泪。接下来就是要讲到到底有没有效，我来分享就是在诊所里面的图片。那诊所的这个照片呢，是一个半月之后，因为我自己出国了，所以等到我回来已经一个半月以后的事情了。我自己最有感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前两个礼拜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女生们你们都知道，如果今天一群朋友出去，然后某个人想要发那张照片，都会先问一下朋友说，你这张要不要发，或者是你这张哪里有要修一下的吗？对吧？对吧？对吧？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他问我说，你脸有没有哪里要修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说，不用。你就穿吧。其实我没有自己主动去鼓励我朋友说，你可以打，我觉得很有效或什么的，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好像我在鼓励大家做这个。但是因为他有看到我的 Instagram， 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之前那个下颚线没有那么明显，可是你打完之后，效果就是脸那个轮廓比较明显的。我自己是觉得效果很好啦，因为我现在真的有觉得我脸整个缩小，然后变得更 V。但是你们也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效果真的出来，大概是一个半月。医生通常会跟你说两三个月啦，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一个半月之后就已经有看得出来脸有慢慢缩小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想要效果更好的话，你可以在打以前多补充维他命 C， 然后一定睡眠要充足，因为你真的睡眠不足的时候，你整个人脸会就是觉得很憔悴，然后效果也不会那么好。我的凤凰是在卓美妍找林君叶医生打的。其实我觉得你在去一间诊所咨询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出来他们是不是很专业，或者是会不会感觉太商业，就是很想一直要努力要推销你不同的东西。像我之前就有去过其他间，说我想要打我的那个法令纹，然后结果那个医生竟然跟我说，那你也可以打打鼻子。我想我鼻子已经算很挺了，我还要打去哪里呀？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让我就觉得对这个医生很不信任，然后我就会觉得那算了。一开始我在搜寻的时候，我就只打关键字，我就打无痛凤凰。
狂电波。但是后来去咨询的时候，我就直接决定说好，那我想要在这家打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不是因为你今天说哦我要去打凤凰，它就直接让你打，它会先让你做一个肌肤检测。那做完那个肌肤检测，你就可以比较知道你自己皮肤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斑的状况啊，或者是你的色素有没有均匀。那医生就会再依照你检测完的这个结果，再去推荐你说，其实你做哪一个比较适合。不是你一去然后医生就直接跟你说哦好你愿意花这个钱然后我就直接让你打。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是有打动我，让我觉得我很喜欢，然后就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商业化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你在找医生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是原厂认证的医生，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一定要找原厂的探头，它会有个 QR code， 它要拆开的时候会先让你扫，让你确定这是原厂的。但是你除了探头要找的是原厂以外，医生也要是原厂认证的。所以我那时候在找医生的时候就会特别去看他是不是原厂认证的医生。以上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分享，希望如果你现在正在犹豫要不要做一些医美的疗程啊，或者是你正在自己做功课的时候，对你可以有一些帮助。当你在看一些广告的时候，可以知道他们里面没有告诉你的一些小陷阱有哪些。那如果你是想要打凤凰，然后又跟我一样很怕痛的人呢，我真的很推荐你可以去中美颜找林君叶医生，因为真的不太会痛，而且效果很有感。那如果有其他你们想要我分享，就是有关彩妆啊，或者是我自己的保养啊，或者是头发的，你们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见。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